年代关键字，上一段节目的关键字是三倍券，而这段节目我们要搜寻的是动资券。还不知道怎么使用你的动资券吗？我们要带你把券用得超级时尚、超级潮，马上来前进这家有氧拳击健身房。有别于常见的拳击馆，装潢像年轻人最爱的夜店，让人觉得好像身处在纽约，享受挥汗的快感。灯光配上强烈节奏感的音乐，舞台上还有 DJ 在控制音效，完全就像来到夜店一样。不过仔细一看，真的超级反转。加油！俊男美女们跟着教练口号卖力挥拳，有氧运动结合帅气拳击，真的超级爆汗。是不是很像来到纽约的街头呢？其实这里是在台北百货公司里面的拳击有氧健身房。今天我们就来体验看看，这样子打这种像夜店风的拳击到底有多刺激。今天就来请到我的美女教练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Annie。 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看看，你来教我如何可以消耗很多的卡路里，对吧？没问题。首先我们要先戴上手绑带，手背翻过来之后，先绕过你的虎口的位置，好，再到手腕的位置，这里要拆开，对，没问题。然后啊，大家不是都会很帅，通常戴上它之后都一定要这样打一下。没错，戴好手套，装酷一下，开始基本的动作练习。双手借给我，帮我慢慢的往你的后手呢，帮我放在下巴的这个位置，对，帮我稍微记住它叫做 backhand。前手呢，帮我放在下巴前面两个拳头的位置，一二，对，它叫 lead hand。然后这时候帮我把肩膀放松。Okay.双臂夹紧，腹部帮我收起来，臀部也要收起来，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就会出力了。嗯，膝盖保持微弯的状态，微弯，对，这样才不会造成脚部的受伤。站好之后，这就是我们的 fighting pose。这时候要你的腹部核心带动一下，打出去。嘿，我觉得我没有动，对不对？我只有手动而已。稍微带动一下，对，很好，微汗的。OK， cross， quick， after。先掌握好六个基本拳法，接下来就来实际挑战看看。光是蹲马步腿就有点酸了，教练还特别放水，只有两套拳法变换，就让我坐在地板不想起来了。哇，很认真的，这只有半手，半手可以。你刚刚教你跑那边飞跑什么？啊，就是这样吗？然后他就说对对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真的想说，不然你下来打看看好，我快点死了。大家一起在试一下，就是被激起来那个斗志。对，哇，打一打我的拳头都松了，哇，真的太打得太认真，可是真的很过瘾哎。但享受那个当下是觉得很不一样，就打完之后，没错，释放很多很多的压力，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我就想再还要再挑战一下来看。没问题，我等你。没问题，那教练我们再一点难度高一点。表情有点，真的很有勇气，敢跟教练呛虾。果然一秒变身魔鬼教官，先来个变化式的伏地挺身，再来加入弹跳模式，我真的差点没跪地求饶。可以可以，不要跳都可以。多少时间可以消耗多少卡路里？我们通常又没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45分钟是可以达到1000卡路里。哇，35分钟可以达到800卡路里。听到教练说我消耗不少卡路里，觉得手酸腿软都值得了，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还敢再下战帖试试看不一样的室内运动。上菜会再来，我要打他。好，等你来。记者夏涵、吕学浩台北报道。